次邀请2017年银奖得主青少年组的全球雪莉方杯在北京总决赛获得银奖的学阳，这一次呢为我们带来大家熟悉的广东歌曲，因为他说他很崇拜哥哥 Leslie Forever Leslie。 有请学阳让我们带来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Yeah SlowSkitty baby dance my body, yeah, slow.很想凭着游魂来代替梦，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背叛。当我车你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换，全因心中已知，无跟你一晚不会解闷。潮流兴多花款，谁都贪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凭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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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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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潮流兴多花款，谁都贪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恨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何必呢多花款，谁都贪欢。那何必呢将不羁当作新基本，恨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Are you guys ready tonight? 无心睡眠，一齐唱 ，Come on！ 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深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第一见。就用我在怀内从头温暖，有屈奔向撞浪每的事，张开口齿实验语的事，卷起心爱弄着脚底，酒醉心碎心碎勾起乌云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搭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深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第一见，就用我在怀内从头温暖，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彼此都只有你波可令逝去的伤再甜。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生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第一见，就用我在怀内从头温暖，有屈
分享，活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全逝去的心在跳。让我分享老的天。谢谢大家，谢谢这首 Leslie Forever 分享给大家，谢谢。多谢晒 Leslie 哥哥的细佬 Ryan 弟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学阳，谢谢。好，哇哦，大家等待的成绩即将出炉了。好，这里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我们五位劳苦评劳苦功高的评审老师，谢谢你们。OK， 等一下啊，要上台接领纪念品，出粮啊。OK， 这里我们请来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副会长黄泰伦先生，先到台上来颁发感谢状，对，给我们的评审老师还有表演嘉宾，有请泰伦兄来。好，第一位我们要颁给郑国亮老师，有请。我们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呢，感谢各区的承办单位，南马区分会代表周远生先生，中马区协办单位代表 KL Gateway Malls Miss Vivian Sang， 北马区的分会代表拿督彭永天，沙洲区美里代表千运艺社代表 Dana Wong 以及关义凡先生，沙巴区的代表青运丹南智慧刘广义先生。好，第二位有请郭文文老师。啊，请五位评审老师留步，我们来一张大合照。难着这历史性的一刻，我们要把它纪念下来。第三位阿猴哥，黄世豪老师。好，第四位周翠玲老师，我宁愿叫她做和音仙子，因为她的气质，因为她的气质好像一位仙女一样。谢谢周翠玲老师。以及第五位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陈颖豪老师，非常感谢五位为我们绞尽脑汁做最公正的评审工作的评审老师，谢谢你们，辛苦了。还有我们的表演嘉宾，耶、yeah. ！请展示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谢谢。感恩文老师，谢谢。好，有请我们的表演嘉宾陈学阳。学阳有请。我们同时也要感谢各区的预赛赞助单位，沙拉越州的美里新城购物广场，沙巴州的拿督徐志成、贾碧丹、李思福、林文东先生，以及北马的槟城客家工会，场地赞助 Gurney Plaza， 谢谢。学阳，来来来，对，我们这里还有一份纪念品要献给我们荣誉赞助的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永久名誉会长拿督南红，有请上台接领感谢状。唔该，拿督，有请。多谢晒，非常感谢拿督南红一直以来，在现在呢退居幕后，默默地给予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
不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谢谢。多谢晒拉都蓝红，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副会长黄泰伦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给外籍组的优胜者。这里我们请来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副会长严秋霞女士 Mimi Gan 上台来颁发奖项给外籍组。就是刚才大家听到了来自沙巴州的 Farah and Beatty， 为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动听的《老爸》。那么第一次文化中国设立方杯特别设立了外籍组，这外籍组呢，今天的优胜者将获得200令吉的现金、奖杯及奖状。有请优胜者 Farah and Beatty。Majlis menjemput pemenang kepada non-Chinese group Miss Farah and Beatty untuk menerima hadiah dan wang tunai sebanyak RM200. Tahniah diucapkan kepada Farah. Terima kasih. Baik, Mimi, silakan duduk. Kerana selanjutnya, kami akan memberi anda hadiah terbaik.优秀奖呢，青少年组将获得奖金50令吉、奖状。OK， 青少年组获得优秀奖的选手有，我们请15位青少年组的选手，请一起上台来。15位青少年组的选手，请上台来。小小年纪歌唱的造诣非常的深，我们再给这个15位年轻的选手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为我们呈现出一场比演唱会更精彩的歌唱比赛。文化中国设立方杯今年的口号是一起唱创未来，这班青少年组就是我们华人未来的主人翁。好，第一位获得优秀奖的是编号13号冯艺莹，刀马旦，有请冯艺莹。OK， 第二位叶雨希，选唱歌曲是存在。第三位王慧玲，选唱歌曲是西京宴。第四位是邱子渊，选唱歌曲是离不开你，编号3号。第五位是黄佩琪，编号15号，选唱歌曲是怨恨。第六位获得优秀奖的是编号4号萧敬仪，选唱歌曲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接着这份优秀奖是要颁给编号5号何婉玲，选唱歌曲是小半。第九份优秀奖是要颁给编号10号的张嘉欣，选唱歌曲是我敢。以及最后一份优秀奖要颁给编号7号的刘雨菲，选唱歌曲是也许明天。
好，另外我们邀请咪咪干为我们颁发特优奖给青少年组。第一份特优奖青少年组的获奖者是编号二号陈丽燕。特优奖将获得奖金100令吉奖状。第二份是特优奖得主编号六号肖文慧，选唱歌曲是《红眼睛》。以及最后一份特优奖是落在编号11号林余珍，选唱歌曲是《我用所有报答爱》加《第五元素》。好，恭喜我们特优奖跟优秀奖的得主，谢谢颁奖人咪咪干。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海鸥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景刚先生上台来颁发青少年组的前三位的获奖者。获得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青少年组季军的是编号14号龚紫薇，选唱歌曲是《你敢我就敢》。季军获得600令吉奖状及奖杯。好，亚军得主是编号12号许秀琪，选的歌曲是阿飘。非常感谢颁奖人海鸥企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景刚先生。陈先生请留步，我们要来一张大合照。对啊，这里呢我们将请来另外一位颁奖人，有请王杰女士。有请王杰女士到台上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侨处副主任为我们颁发青少年组的冠军，他就是大家看到的唯一的男生蔡长威，编号8号，选唱歌曲是《男孩》。恭喜陈威，冠军将获得1000令吉的现金、奖杯及奖状。非常感谢我们的颁奖人王杰女士。好，请所有的优胜者跟青少年组的得奖者为跟我们的贵宾一起来一张大合照。好，请三位贵宾站到我们选手的中间。好，请贵宾站到我们选手中间。对啊，来 OK。 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者，谢谢。好，严秋霞女士，我们的颁奖嘉宾，有请一起。再次恭喜所有的优秀者，希望明年我们再次看到你们的倩影，希望明年你们更加努力，把更好的歌艺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再接再厉。记得如果在疫情的状况下允许的话，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呢还是会承办每一年的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继续努力加油。好，谢谢所有青少年组的15位进入总决赛的参赛选手。
好，下来我们将进行颁发成人组的奖项，这里有请颁奖人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秘书长谢国文先生，有请。 OK， 哎呀，哎，成绩我还没有拿到嘞，有吗？我还没有拿到成人组的成绩，还在计算当中吗？很紧张。OK， 来，秘书长，麻烦你等待一下哈。OK， 来，优秀奖。优秀奖呢将获得50令吉现金奖状，总共有5份。第一份成人组的优秀奖是郭佩珊，来自中马区，选唱歌曲是《有一种悲伤》。好，我们有请9位成人组的选手一块到台上来，有请所有9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请到台上来。好，郭佩珊、曾心莹、张曼娟、曾熙元、陈慧娴、蔡亚恩、黄祖贤、张琼慧、佘静雯、陈俊良、曾心莹。好，有请第一位获得优秀奖的郭佩珊。啊，佩珊没有来。第二份优秀奖是编号9号曾心莹，选的歌曲是《蓝莲花》。下一份优秀奖是陈俊良，编号10号，选的歌曲是《无情的情书》。下来这份优秀奖是编号7号佘静雯，选的歌曲是乌兰巴托的夜。以及这一份优�秀奖是编号2号陈慧娴，选的歌曲是阿刁。接下来我们再次请秘书长谢国文先生颁发2份特优奖，特优奖将获得奖金100令吉奖状。第一份特优奖得主是曾熙元，选唱歌曲是《孤勇者》。以及编号4号的张曼娟，选的歌曲是《易燃易爆炸》。非常感谢秘书长谢国文为我们颁发优秀奖及特优奖。接着下来，我们将颁发3强的奖项，这里有请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永久名誉会长拿多南红上台来为我们颁发成人组的季军及亚军的奖项，有请拿多南红。成人组季军将获得现金600令吉奖杯及奖状，亚军则将获得800令吉奖杯及奖状。哇，好紧张。获得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马来西亚区选拔赛成人组季军第3名是来自北马的张成玉、张成慧，选唱歌曲是《魔术先生》。
哇，沙拉越州包办冠亚军啊！到底冠军是谁？亚军是谁？亚军是……你喜欢狼还是喜欢站在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更高还是狼更凶狠？听你们的欢呼声，亚军是狼黄祖贤，编号六号。好，这里我们有请总会长魏汉文先生上台来为我们颁发成人组的冠军奖项，冠军将获得1000令吉的奖金、奖杯及奖状。非常感谢我们亚军跟季军的颁奖者拿多南红，谢谢你，多谢哉。获得冠军的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马来西亚区选拔赛成人组的冠军是编号8号蔡亚恩，来自沙拉越州，选唱歌曲是青藏高原。恭喜蔡亚恩，恭喜黄祖贤，恭喜张琼慧。好，请所有的颁奖嘉宾跟我们的9位成人组的总决赛的选手来一张大合照。好，选手们请移步到前面来，谢谢。再次感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赞助单位，所有的赞助人，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赞助，我们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马来西亚区的选拔赛还有5个全国的地区的选拔赛能够成功顺利的举行。再次感恩有你们，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今年的口号就是一起唱创未来，让我们把中文歌曲唱响全世界，把全世界的华人的心都相结在一起。谢谢，再次感谢所有的贵宾，感谢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全体理事，我们各分会的理事，你们辛苦了。我们的比赛终于告一段落。好，有请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全体理事一起到台上来大合照，我们也要把这历史性的一刻纪念下来。有请所有的工作人员、音响老师。Dato Randy 呀，谢谢你，谢谢 Dato Randy， 唔该晒。哇，沙拉越州不是猛龙不过江啊！恭喜恭喜！有有有，全体理事快点上台来，争取时间。等一下礼堂要关灯的了，我们已经超11点了，不好意思啊。大家都 ready， 告诉这个礼堂的管理人手下留情。OK， 来，快点，全体理事 ，IV 快点。甘冰姐、樊丽蕾、秦桂姐，全体理事，羡慕大哥来，羡慕大哥来来来来，你最辛苦了。今天我们有一位幕后的灵魂人物，那就是在我们的幕后，今天晚上的节目全场由他策划安排的谢幕老师，来来来，来我们季芬老师、音响老师、CK 带你的团队上来，谢幕老师辛苦了。哎呦，迪安娜，我也想掉眼泪啊，迪安娜，哎呦，所以我说。千运艺社承办是没错的，对不对？哈哈哈！哇，好厉害，好厉害，沙拉越。OK， 来，我们全体理事来一张大合照，把口罩摘下来哈。我们来一个 very good 的手势，来，
啊，先随便啦 ，OK OK。All right. 会长说，先把手放下来。耶、yeah! ！好，谢谢，再次感恩所有的嘉宾朋友的出席，感谢我们来自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代表王爵女士、王小军先生，谢谢你们特别包容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马来西亚区的总决赛的选拔赛，谢谢。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者，如果您的成绩今年算不够理想，我们希望您明年再来再战我们的文化中国雪莉方杯马来西亚区的选拔赛。再次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个人或者是商家，谢谢你们。再次感谢我们全体理事，大家辛苦了，今晚过后大家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